对，才能懂什么好吃的，好吃。这边有问题吗？没有。嗯，好的，我们下一个文具呢，刚刚跟他说的。Nacht。Nacht 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问？对。奈是我们学过是什么啥的？奈就是刚学的呀。对呀、啊。什么？对 ，Nacht。Nacht 是时间，时候。Nacht 时间时候都是 Nacht。Nacht 什么时候？对，什么时候？一起去吃饭好吗？什么时候？都可以，我们也是在家里。Nacht。Nacht 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Nacht？ 比如说 There is Nacht。 对的，对的。二十来。我们要先从简单开始。三，你什么时候去？你什么时候去中国？哦，你什么时候去中国 ？Nacht。 对。三 Nacht。 Nacht。 Cine。Cine。 Gedirsen。 哦 ，Gedirsen。 你什么时候去中国？ Sen Nacht cine gedirsen。 Nacht 的话，我们需要在 Nacht 的位置加一个时间。嗯，回答的什么？加时间。回答的是。啊。比如说两天后去时间。对。两天后去。比如说日呀，月呀。一起军，年呀，萨巴达，萨巴，明天呀，萨巴达，那天的，萨巴，买萨巴现在几点？要达吗？明天吗？对呀，去，不是什么什么要加的达。萨巴，萨巴达，不要紧。好，你什么时候去中国？你什么时候？咱那我去那就是啥？你什么时候去中国？啊、一起去两天后我去中国。两天后吗？嗯。一起去。一起去送的，可以。这边加一个，加一个。一起去。一起去。送的。送哪儿？是后吗？后。啊，一起去送哪儿？去哪给的？去哪给的？给的。去中国。啊，你什么时候去？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是我要跟我们这样说，你看，man， 一起去送的啊，济南，给的人，给的人，我两天后去，对，我两个月后去中国，也可以，啊 ，man， 一起，二姨送的，还是我可以我夏天去。我夏天去买亚一大，亚一大，四季没学，春夏秋冬没有学，记一下，我们也是。我觉得我今天脑细胞已经爆炸了，已经爆了。不是，我们学了春天。对。巴哈不是曾老师吗？对啊，巴哈就是曾老师。巴哈，嗯，你什么时候去中国？好的，什么时候有时间？在哪里待的时候？还比如还有刚刚你们说的，我们什么时候上课吧？上课。上课吗？上班。我上班。什么时候有时间？你吗？还是我们吗？你。Sen ne vakit işe başlayırsan? 是这样。Sen ne vakit？İşe başlayırsan. Başlayırsan. İş gunzo. İşe başlayırsan şamban. Nişemaru şamban. Nişemaru yok. İşe dersen. İşe dersen. Bu yer kan için dersen. 课，
Dersen. Gang gang nişo dışıma? Nişma şo yok mu? Yok mu? De, o zaman yüen yi. Ha. Nişma şo yok mu? De ben. Yok. Kong de şe jian, bu mu zemen ziyan şo. Ni yo. Nişma şo yok. Kong de şe jian. Ha. Bu mu yalan? Senin. Ni de. Senin. Ne vaxt? Şma şo. Ne vaxt? Boş. Boş. Vaxtın var. Bo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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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xtın kong de şi jian. Vaş yo. Vaş yo. Vaxtın. Vaxtın. 对。这个是有点难的，简单的也有说话，简单的也可以问的，是这样的。三。Ne vakt boşsan? Boşsan. Şimdi şu an yok. Evet, ne işim yok. Sen ne vakt boşsan? Ne vakt? Oh, boşsan. Sen ne vakt boşsan? Sen ne vakt boşsan? Sen ne vakt boşsan? 什么时候都可以，这两个句子是一样的意思，是对一样的意思。第一个是有空的时间，对。第二个就是有空。你什么时候有空？其实意思是我都意思是一样的，因为有空的也是也时间、嗯。天天都有空怎么说？哦，回答是这样，这样回答的。嗯。My name. My name. Ada. My name. 每天要说。Her gün. Her gün.Her gün boş vaktim var. Boş vaktim var. Vaktim var. Ay ay ay, güneş neyi fayın dedi, cinti. 迫不及防夸我一下，这还行，谢谢。因为他都听了，他听了很多，所以他就是说的啊，和咱一样的。欢迎，康斌老师。谢谢。Benim her gün boş vaktim var. 这边是 Sadik, her gün, 每天。哦 ,her gün. 每天 boş vaktim, 空的时间。哦 ,boş vaktim. Var 是什么 ?Sadik, 有。我以为时间。Var, 有。Var. 哦 我都有时间。Benim her gün, 我都有时间,我每天有时间,我天天有时间。好吗？好。下一个呢？写好了吗？写好了。我先查的。对。对。为什么？下一个呢？写什么？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是这样？你好，怎么了？你也就是为什么？你为什么？就可以只说你也就可以了。你也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只说为什么？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迟到了？我不想说。这样挺好，挺好，挺好。你为什么迟到？我们要这样。三，你呀，你为什么？这次去了三。好，下次我跟学生说。对，这次去买吃，这次去买吃，迟到了的意思。三，你。这次去了三。你可以问学生。问学生，对我今天迟到。三，你这次去了三。嗯。他说我有事。啊。那就怎么说？我有事。嗯，什么事 ？My name. My name. İşim. İşim. Var idi. Var idi. 有 idi 是。之前有过了。对，过去式。有了。有事。My name işim var idi. 像你这句就算。还有呢，三，
还是怎么说？怎么问？为什么不来上课？你为什么不来上课？我生病了。啊，好，是这样子。你为什么不来上课的话，我们要 alas 注意。你为什么不来上课 ？alas 累了。alas 不知道，累了。三。三你呀三你呀没了上课吧是不是对啊三你呀 derse gelmedin gelmemişsen misen sen niye derse gelmedin sen ni ve şuma没有上课，没来上课。你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回答，比如说学生要说我生病了。哦，生病。我们要这样说。我不舒服。Men， men narahat， 要这样说。Men narahat。你为什么不来上课？一定，我不舒服了。我不舒服了。Man， 那然还。那然是不舒服的意思。啊，那然。Rahat， 这边是。Rahat， 你看。Rahat 是舒服。一个句子。那然是不舒服。那然还。Rahat 是舒服。一定。那然是不舒服。一定是。我不舒服。为什么？你为什么？还是我们可以说我生病了。Man， hasta， 一定。啊 ，hasta hana。hasta hana 就是医院。医院。对。哦。hasta 是生病，病。我生病了。生病了，对。hasta。hasta hana， hasta hana 是医院。对。是这样写的。生病了。学过的。hasta hana。医生，医生是。还有我们说的其他行呢。就是 man has the ending 我感冒了感冒这个词难吗还早还早啊还早我们有一些就是都是病的那个生病 的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学就是你也为什么我们还有没有啊还有个 how 怎么去干啊那这对我们说这最好的是哪个？就是最后那个对号，怎么？对，最好的是怎么？怎么？我们要去机场怎么走？是哪站？为什么不来上课？怎么？哪站是怎么？哪站？啊，我们还有一个多少？哦，多少？对，怎么？哪站？哪站？哪站？这是怎么？这是怎么？哪站？比如说呢？去机场怎么走？去机场怎么走？或者去那个还有点去超市怎么走？还是我们写吗？你怎么去机场？啊？你怎么去机场？我怎么能去机场？去地铁站怎么走？我坐出租车去机场。对。我们要这样比如说 man 好是这样 man airport 是 airport 是机场机场 airport 你在接待